北京的姑娘们真热情啊！我没想到我现在来北京旅游都能收到这么多礼物啊！确实啊，确实现在我在全国的名气都比较旺盛啊！你先等会儿，怎么了呀？这还站着个人啊？废话，我在你头上站着呢。我看就看见一片黑。我新闻没听明白你的话。什么？来北京旅游？旅游啊？你不是说相声的？别骂街。不要骂街，我多的骂街了。你才是说相声的。我就你们全家都是说相声的，你祖宗十八代都是说相声的，知道吗？这么多辈就我一个说相声，那完了，糟践了，对不对？祖上都挺好，都这本吧。说相声怎么了？因为这个说相声啊，咱说现在确实，你们是德云社的，是不是？对，相声演员吗？我们德云社的，现在德云社在全国都比较火。那是啊，对吧？在确实现在，啊，你说相声演员，你说德云社的，在全国都很有名气。大伙儿都非常喜欢，人都喜欢德云社。今天你们来都是为看德云社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我对不起，可能我误会了。德云社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火，可能没说清楚。江河日下，德云社是吧？大伙儿今天是不是都来看德云社的呀？谁的呢？甭管怎么说，现在管他们叫什么呀？叫相声演员。对呀、啊，现在管他们叫相声演员啊！姑娘们还拿这个大单反，咔咔咔咔一通拍。没有，拍你的啊！对不是啊，还有的送东西给你的、啊。现在确实地位还是可以的，对吧？啊，现在不说比您各位高，最起码跟您各位是平起平坐。哎，咱就是对，这也就是放在现在这个好年头。好社会，对新社会吗？在旧社会，嗯，相声演员，这是属于下流的职业。你指谁呢？下界、低界、低俗、下界。这都没得说了，恶心。在过去啊，这是说我们的吗？在过去，他们的职业很低界。你真没说你，过去是不是管你叫下流的职业？谁告诉你的？下流的职业，过去也不叫下流职业，那叫下九流的。什么？为什么叫下九流？九就是简体的九，对，就是你们九字科的九。你们九字科都叫下九流，对不对？不是我们九字科啊，就我们这一类的。不是，过去是那么叫，就是你现在我们提高了，就是你那个高九成的九也是这个下九流的九。就是你的全名叫高下九流程，高下流程，高九流程，没有下流的事儿，没有下流的事儿。哎，反正在过去，他的职业很低贱。我不一样，我不是说相声的。那你是干嘛的？我的职业要比你们高尚太多了。那你赶紧说说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一个戏子。戏子呀？谁说我是渣男的？讨厌，我让你说我的职业，没让你说我的性格。我是一个戏子。您这个不老好听的，怎么不老好听呢？这戏子，这不就过去是骂这个唱戏的？不是骂，这是褒义词。好话呀。戏子，唱戏特别好的男子叫戏子。这是哪孙子解释的？老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，说这多难听啊。说的就是我们俩。哎，我是戏子的。我不是那个，我是一个唱戏的。嗯，唱什么戏的？现在这个曲种少见一些。你说说。河北梆子。这也不少见，就是反正整体都没落一些。那不就一样吗？听得少了，对吧？不跟你们相声哪都能开剧场，哪像过去那么火。那肯定的。听过我唱吗？你看，听过就好说啊，咱们好像听过吗？听过上吗？我都不知道你是谁，真假的呀？你谁呀？我你真不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谁呀？你在梆子界，你没听过我的名号吗？你说相声的，这你说相声，你曲艺你不都得？你京剧界，你们德云社京剧神童啊，陶云胜，陶云胜啊，不都是唱这？我哎呀，我不认识。不认识你跟我哎呀，我不认识。但是你这跟曲艺都应该有联系啊。我们是有联系，但是我没听说有你的名字。你哪位？你说你叫什么？我叫炸鸡窝。炸鸡窝，炸！哎，听着这个名字响亮。
听过吗？我还真没听过。八大界有您这么一位。你可能提起我，你听过没太听过。嗯。提起我的老师，你就有所耳闻了。哦，还有老师，河北梆子三杆大旗之首，谁呀？韩俊清先生，那是我的老恩师。大哥，你看有人知道吗？没有关系啊，这都是曲艺的末路。韩俊清先生，那活着现在不得100多岁了？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？那不早就没了吗？是没了，怎么了？你们怎么成的师徒啊？就是。我今年都26了，你才26，我关门弟子，你关门你都关不上，关门呢你赶上他了。大姐别笑了，熊猫大姐，他这个包我觉得陡然你们笑，让觉得我特别对不起我师傅，你知道吗？你居然让我师傅关门，我师傅坟你什么时候给打开的？我没给打开，你还刨我师傅坟呀你？添一句，我多的说跑你师傅坟了。我师傅临死前最后一面我见了。说你能见到最后一面？就在那个 ICU， 在丰台一家医院，丰台妇幼保健院，知道吗？丰台妇幼保健院。你笑什么？我没去过。我们老师是男的女的？你们老师男女的，你问我干嘛呀？你不知道啊？是。我以为这么出名，你应该有了解呀，就是。我都没赶上，我也是听说的。我们老师是女的，在丰台妇幼保健院，合情合理吗？女的吗？你哎，去，可能我说错，你别犹豫。老恩师，我有点恍惚了。在丰台妇幼保健院 ICU 知道吗？最后，由于是年老气衰，心脏之症痛觉剧烈，经北京著名医师张克伦、郎克炎、关九海、张兆白各大名医临床会诊，结果是医药罔效，他老人家的心脏终于是停止跳动。临死前一说，有徒弟过去，师傅说那有一叫丰台叫张建宇的人，要来拜您为师。谁呀？就是我。那时候我混名，混社会时候的名字啊，真吓人。那时候我回光返照，他回光返照。我们先生回光返照，苏醒过来，快让他进来，赶紧我就冲进病房，啪跪在我老师的床前，啪啪啪三个头，老师啊死了。他给磕死了，不是磕死，三个头磕氧气管子上了。但也是关门弟子，那以后继承我师傅的衣服，他死了，继承我师傅的衣服。各界的亲友，咱不是白事会知道吗？反正从那以后继承师傅的衣服，给我起的名字叫。你跟他学着什么了？学着一个绝技，啊，给我起名叫炸鸡窝，这三个字很有讲究。没听你有这环节，没起名字吗？托梦了不许吗？哦，那就什么都能发生了。炸鸡窝这三个字，是不是梦里给你的？炸鸡窝这三个字都有讲究，炸。这炸鸡窝有什么讲究？哪个炸？啊、爆炸的炸。啊，这听出来了。为什么叫炸呢？啊、就是我一出道的时候你特别二，不是说特别二，二，给你逗笑话似的，我跟你师傅才俩王八呢。你说什么呀？我一直说我你是你俩王八，你是说跟我师傅俩王八吗？你等死吧，高老师。你这句话，你没说的全帮子界的反对，知道吗？你会每天接受到无数条私信，知道吗？帮子界的师哥都骂你，知道吗？你等死吧，你知道吗？以后管你叫狗成，是吧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叫被炸字什么意思？就很炸，就是我一出道，一开始唱梆子就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全部都来听我的，哎，觉得这个演员是个大，就是角坯子。哦，这一定是将来是能红。一上场，全场就都炸了，能红遍梆子地儿的。我一上台，唰唰唰唰，这种感觉很炸。刚才你没听见吗？这是个炸字儿。第二个鸡。鸡字儿，鸡，这个鸡字儿取得好，那个鸡，公鸡，母鸡的鸡，为什么还得是母鸡的鸡呢？
明白为什么了吗？这也放在这边，我师姐叫大鹅，大鹅我炸大鹅是啊，那炸母鸡的鸡呀、啊。帮子就是分五个行当，生旦净末丑。对对对，我擅长哪个行当呀、啊？就是擅长哪个？我擅长哪个行当啊？擅长那个旦角就是女的。对，男扮女装，所以这个鸡母鸡那个鸡字取得好。哦，性别。对了对了，对，尤其是化上妆之后特别媚气，感觉那炸鸡窝。最后这个窝字抬。窝是什么呢？一唱戏，观众的反应窝，所以叫炸鸡窝。那不对呀，怎么不是跟观众一块合作的吗？那窝不是观众说的，不是，就是后不就叫炸鸡吗？不是，你，咱先往下聊啊。叫张志，后来呀、啊，就是联合到一块儿了。哦，就都给你了。老师也觉得光叫炸鸡不好听，为什么呀？炸鸡叫白叫炸鸡，这不好听。对对对对，后来说我堂堂的像送外卖的，叫炸鸡窝。帮子也打掉炸老板，就是我。炸老板，河北炸老板，北京陶老板，你瞧瞧，知道吗？哦，山西煤老板，山西煤老板，哎，这是帮子劲儿炸鸡窝。你说这个名字，这么响亮的名字，我就没听说过。因为呀、啊，你肯定你是经常听过，因为你的什么呀？因为你啊，肯定是经常在京津冀一带出没，对 对, 对吧？对对对，你的习性就是在这些。习性就是你昼伏夜活动范围，这个昼伏夜出，每年二三月是繁殖期，对不对？春天到了，高九上又脸上又红了。他那一堆雌性高九成就不行了。看你了。他那个窝子是这么来的。今儿来到北京啊，学习交流，别交流。这不是去过两天吗？这是第一天来北京。平常不在北京。哎呦，我说平常在新疆一带唱戏，你知道吗？新疆唱哪儿都能唱，你们去别的还有哪儿？哪儿都新疆、云南、蒙古啊，是山都通化、梅河口、吉林省长春市、延吉双河镇、宁波牡丹江、林口、佳木斯、牡丹坝、哈尔滨，这都能唱，知道吗？他那也叫庞八怪。我抡你啊！我哪儿都能唱戏，知道吗？就是上午到的北京，在这儿呢，跟你们说一说传统曲艺文化交流一下。哦。下午呢，去这个丰台妇幼保健院给我师傅上坟去。成了丰台妇幼保健院的瑰宝了，是不是？一直在那儿，哎，没交流，我就是为了一会儿见见张鹤伦就走了。说干什么？那您这行还真不易。我碰见您这么一位大老板，我没听说过，一点好点儿。你来了不？来了吗？啊！一这么大伙唱，不来了，不来了。来一个！不来了，不来了。来一个，来一个。不来了，不来了。说让我唱其实可以，来吧，那就人收这么多小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哦、应该给广大的北京妇幼朋友们，妇幼有没有妇？这都是妇女们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小宝宝们？有。对，给广大的妇幼朋友们奉献一场。麻烦一下男同志不给。给广大的妇幼们奉献一场。对，还说那么具体的。但是呢，我各位您有所不太了解，有所不太了解啊！我在我们那梆子团唱戏，我都是属于大角儿啊！那是人都不会。我一唱戏，那个底包配戏呀、啊，跟包的什么就是配角都得有伺候我的。对，你要让我一人唱，我不唱，显得太尴尬，爹身份，爹身份。那有什么？一人唱，我爹身份。这什么话？就我爹身份呀、啊。你身份是谁？我爹身份是我爹。那，你这个掉价。一人唱不行。那你要不嫌弃我，帮你唱一回。你跟我唱一回啊？你会梆子吗？我也会呀。那五个行当你会哪个呀？我来个老生还行。专业吗？不算太专业，我说相声专业，这唱戏业余爱好。确定能行吗？哎，也可以。我一讲鬼故事了。我能唱你怎么行，能唱一回，你是
多了，随便说一说，我怕你没听过。哎，不一定，你看没想听。这个人就好叫板啊，随便挑一出吧。你说，王娘娘大战哥斯拉。这是河北梆子吗？在河北上映的，这是。不要让北上映的管什么？不要让我挑，我随便挑一出，你没听过先干干。挑这玩意儿我还真不会。你挑。那我挑一个。你挑吧。挑一个，咱们唱一回。嗯。断桥怎么样？断桥，嗯，断桥的话，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，你那叫过河，断桥就得过河呀，你不能再走桥吧，对不对啊？不要断桥，我好。断桥，我说的是《白蛇传》，不喜欢这出戏。这不对对对，不喜欢。一生一蛋，不喜欢。一生一蛋容易吗？白蛇一生蛋容易吗？白蛇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行，不唱。先来那秃和尚吗？法海，谁来的法海呀？把狼道炎叫过来啊！那是个盲僧。不要过来这个，不行啊，换一别的。不行，换一个。来回秦香莲的。秦香莲，不行，不会。不会，你这么激动干嘛呀？这么多梆子，就不会秦香莲。秦香莲也不行。哎，不会。哎呀，那唱回大灯殿呢？大灯殿不爱这戏。你说一个不行，说一个不行。哎，嗯，这么我跟你说实话啊，嗯，我会的梆子也不太多。怎么着？我再说一出，会咱就唱，不会就鞠躬下台。会就唱，不会鞠躬下台。哎，您说吧，咱们唱一回啊，《分河湾》。鞠躬下台。哪个鞠躬下台啊？就唱这出。你会不会吧？分河湾，没问题，是会哈。就唱分河湾。这戏咱怎么唱？戏太大了，不能全唱。咱们呢？掐去两头，不唱当件儿。对，那就别唱了。咱们呢？就唱当件儿，其中一折呀。哪折？唱闹窑这折。什么？闹窑。闹窑啊？对。我觉得你应该叫炸鸡窝。你去闹去呗。你过来。炸鸡窝。破瓦寒窑。挂寒窑，挂寒窑是窑洞，要家的意思，对对，可以闹窑啊。行，然后呢？这戏您知道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没问题。知道啊，知道知道。这里边有俩人物，哎，哪俩人物？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谁？我来男的，你来女的。爷爷，您不母鸡的鸡吗？好，我来女性角色。是母鸡呀？我是你，我确实母鸡呀。我来，知道不知道吧？我知道，真知道啊！女性角色，女性的，你来男性的，对了，你来谁？我来薛仁贵，我来谁？柳银环，我是你的妈妈，不是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不对，我是你姥姥，不是，我是你太妈，不是，我是你太后，这还得说什么？我是，还不上对辈了吧？我是你祖妈妈，算什么关系？你是我媳妇儿，你呢？我是你丈夫，回家。我就知道你看上我了，是吧？刚才我一进后台，他看着我，就给螃蟹，就给蝎子精似的。做成这样的，是不是喜欢我？没有，让您当媳妇儿。错了，同意。假的，不用担心贵弟，不用担心贵弟。我求你，我说的是台上咱们演戏，对吗？台下你该走走你的，要跟着我踹你。唱完了不带我回家吗？哎呀，那今儿晚住哪儿啊？哎呀，行，那可以啊，可以，我来柳柳柳银环，柳银环，京剧叫柳银。你来薛银贵，薛银贵，薛银贵，来来，咱开始唱。哎，咱怎么唱啊？咱现在搭一下桌子。搭桌子。对，啊，好。搭桌子对，就对，往后，这边，这边，往后，往后，这边，往后。椅子这个东西啊，我觉得话应该是什么，应该是你去拿，不能是我来拿。因为什么呀，我第一次来到你们德云社这个剧场啊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剧场都有什么装扮，这几个服务员看着我面善，服务员看着我也不在搞什么的啊，所以来说呢，这个椅子应该是我去拿，要不然那你拿吧，对吧？你拿吧。行，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乐队老师。看见了吗？是不是从新疆开的拖拉机过来的？可以了啊！乐队老师呢？乐队老师，你开完了问你呢？乐队老师呢？对吧？老师呢？我说你真是干什么着急？我说真的假的？就有人捧你。他干嘛了呢？我队呀！哎呀，没有乐队，完了，说半天没。
看个屁啊！关系啊，拿嘴打家伙，用嘴打家伙。您上场我打家伙，我上场您打家伙，太简陋了。炸鸡窝没吃过这苦，知道吗？没吃拿嘴学肉筋，你不会吗？啊，你要这么说，刚当学员时候都来这个。对，拿嘴。小时候对的。小时候唱戏，谁给你拿点闲诗给你伴奏啊？都没有闲诗，都是自己学这家伙点儿，没问题。我拿这个什么？哎，对了，把这寿衣拿过来呀、啊。干嘛呀？唱戏呀、啊，穿寿衣吗？寿衣，花花绿绿的。这是收一大煎饼，里边鸵鸟、皮皮虾、荷包蛋、鳝鱼，那个套一垃圾桶，穿一高跟鞋，带俩挂面，对不对？这都什么话？唱戏穿的叫行头。我怕说行头你不懂啊。那我不懂。哎，京剧院要来可身的行头去。上高子上京剧院去。穿那个唱，好吧，到我这儿，我拿这个手绢包一包走，因为现在我扮演女性角色呀。哦，谁都男女嘞？过去谁的女性角色留着头啊？是不是？咱分一分男女嘛。过去那女性角色呀，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嫁了媳妇嫁了爷们儿了，嫁了爷们儿，天天的就不要往外跑了，不要往外浪。所以来说呢，就是包个头。你说现在吗？他这个炸鸡窝怎么来的？他现在就找这个小鸡破壳的感觉，刚孵出来呀。男的呢，我跟你说这样。我感觉我眼皮都塌了到脑门儿。平常不也得往上勒吗？上去。姑娘们，等你们到了这个三四十岁、五六十岁的时候啊，咱那个皮耷拉了，甭去那个什么美容店，搞炸鸡窝，知道吗？哥哥们给你们免费做拉皮儿啊！啊，哥哥给你们免费做拉皮儿啊！好吗，宝贝们？亲。传统的曲艺梆子，知道吗？有点嘲笑，知道吗？我这穿上大褂上唱梆子，把大伙脱了我健身教练，知道吗？不行，你来，你上外头。要不是你拦着我，早脱光了。咱俩怎么着？现在咱们就归到后台。归到后台，来，两个归到后台。从这句开始就行了，明白了吧？从这句开始。
慢叫。没问题，好好的啊。丁三儿该来了，快来玩儿啊！拿风扇当什么的？他是你儿子吧？啊。你为什么把丁山儿该来玩儿？你说快来玩儿吗？不是，谁说快来玩儿？丁山儿该来了，该来玩儿了，不是？您是这样？怎么样？您这不能光喊出来，那怎么着？还得有韵呢，您有什么？还得有韵呢。什么味儿啊？什么味儿都不知道，哭了。啊，丁山儿哦，该来了啊！再拍，再拍。三一句我考考你，三一句是你高九成的漏洞。我
说相声也是，每个第三句词你都会放。谁告诉你的？我是你搭档，我知道。你不炸鸡窝吗？我就考验你第三句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知道，知道。什么？响声坐着在摇门以外。我错了吧？这是第四句。这是三句。四句。三句。是第三句吗？是三句。那第四句呢？等我这人看回来，你把饭摊。这个餐是什么意思？餐就是吃。吃跟餐一样。说这四句。受不了，好家伙！哎，真碰上你这扔鸡狗。我的儿肉粉和饭，前去打雁，啪啪啪，天道饶这恩师，不见回应来，将是儿我坐之待，咬了门的一里，拜拜，底外边热着呢，我也得唱拜，以外就以外，等我的儿他回来。把那个饭给吃，餐，你不是吃跟餐一样吗？餐，吃西餐。妈来，蒸里根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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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蒸冷蒸里根，里根里根冷，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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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蒸里根，里根里根冷，蒸里根冷，蒸里根冷。蒸里根冷，蒸里根冷，蒸冷蒸里根，里根里根啊，蒸里根冷。完了。为什么又打我？没看过那比划吗？什么意思？让你掐住。掐住。对。我以为是让我拉七遍。拉七遍。再说这信号不知道吗？什么信号？我这一张嘴，你就不能再拉了。问的是刘隐欢吗？正是，他安鸡窝去了呢。